佛教智慧故事，伏虎禅师。相传过去燃灯佛为广度众生，延续度生悲愿，曾于宋代降生闽南泉州，俗姓郑，法名自言，道行高洁，美多灵异，后人尊其为定光古佛。某一年，自言法师云游到汀州府武平县。好地方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，皆是大阿罗汉，众所知识。长老舍利弗、摩诃目犍连、摩诃迦摄、摩诃迦旃延、摩诃居赤罗、离婆多、周离盘陀迦、难陀、阿难陀、罗侯罗。年轻人，何事惊慌？刚才。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我看见老虎了。老虎？是啊，山中有只猛虎，已经咬死咬伤好几个人了。哦，既然你知道山上有猛虎，为何还要上山？母亲生病了，我要给母亲采药。孝心可嘉，你在此歇息片刻，我且去会会那只猛虎。法师别去啊。哦。为何？怕我被猛虎所食？这不瞒法师，那猛虎着实厉害，之前官府悬赏多日，实在无法，只好请了一位法师设法驯服。没想到还没施法，那位法师就给猛虎吓跑了，此后再无人敢上山。如此我更要会会他，你在此等候，切莫乱动。畜生，休得无礼。你前世恶业未消，今生投生为兽类，不要再造杀业害人了。山下村庄最近时有牛羊被咬伤，村民忍无可忍，正商讨联合所有青壮男丁，打算明日上山打虎。这样吧，你回去转告村民，给我一天时间，保证猛虎不会再下山伤害牲畜。好的。老虎啊老虎，你今日再不现身来，明日可就要有难了。你为何伤害人类？我伤害的那些都是不忠不孝、为非作歹之人。那又为何伤害牲畜？那些畜生都是前世和我有着深仇大恨之人，今生沦为我口中之食也是报应。若问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若问后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你何不放弃仇恨，随我修行，免受六道轮回之苦，此命终后必定不再堕落畜类，得佛力加批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获生善道，得以修行佛法。
猛虎，你听好了，你今生堕落恶道，很是痛苦，一切皆是恶业所致。我现在为你受三皈依，让你正式成为佛弟子。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、从身语意之所生。今对佛前求忏悔，现在为你证明三皈，愿你脱离罪恶之身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皈依佛不堕地狱，皈依法不堕恶鬼，皈依僧不堕畜生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愿以此功德平等视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好了，你已经是佛弟子了，跟着我念佛修行，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吧。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，白骨孔雀鹦鹉舍利嘉陵平家共鸣之鸟，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，其土众生闻是音已，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舍利弗，吾汝为此鸟宝是罪报所生，所以者何？彼佛国土无三恶趣。因慈悲为怀，为猛虎说法而得伏虎禅师之号。如来智慧无处不至，何以故？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，但以妄想颠倒执着而不正得。若离妄想，一切智自然智，无爱智，则得现前，证得如来无量智慧，利益安乐一切众生。
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